席真的太伟大了，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我觉得真的咱们的习主席，你希望他能连任多久呢？多少年？一辈子？终身？终身？一辈子？真的，这是老百姓的心声，真的。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，区委指示叫我们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你们就偷着乐吧。